Hey Ben, Ben, when's the game this afternoon? I just wonder when we should record it this afternoon. It's 5:50. Five. Five ten. All right. Room day's Aston Baby Shark. Oh. 5:10. Have you got a video? No. Got what? Because Kevin wants to send a video to you. I have this for him. I'll talk to him later. You can put on that. Jimmy, 你可以帮我拿一下。没，我现在忘拿了。哇！我操！小心！龙根！拉胯！坐我旁边。坐这。技术台是直播嘉宾。连续打两场，这谁吃得消啊？Crossover， 他膝盖是真的不行了，休息吧，爱德华休息一下吧，他膝盖。这明显就不敢发力啊，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可能是想象力也挺好。就要帮忙邮件发过去。对啊，我们就收费啊！收费啊！我操！对啊，可以收费啊！他们会给钱。按时薪收费。对啊。
Zebra 的防守明显就跟我们的方式就不一样。他们走了，你这样再看一遍他的防守。他膝盖受伤了，这髌骨好像撞到了。不过对面三分也是拉，实际上很不好用的，很累的路程。转来转去很慢。就是说，如果要立在这里面，是很难的。是八十多啊，哇，还有八十多，那他妈没人跟我说，我操，八十多他们一堆位置，我们区嘛，八十多一百多好像位置差不多，就满了，这样差不多，对，差不多，就是同一个区，你们前排一点。不是我们群里都有说呀，为什么不行？咱没发座位号呀，那天你们只说了，我当时不是没买吗？你没发座位号。我们用的是 concession， 一个人是六十多。concession 我的一百五的不变，它 concession 只有 senior， 然后还有什么？一百五没有 concession。没有 concession。没有，你们是？我们都用 concession。我们是一个区吗？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区，两排，就两排。你那个可以退票吗？可以啊，他当时买票来跟我说你要多花40，就让你就是 fully refundable， 然后现在40块钱，我保险给一个 insurance， 对，我没买。他那个40，你买的越多越划算。我操，我真的他妈的操了。你当时应该跟你不回去了吗？回去了，他们不是有一起。我靠！所以我当时他跟我说完我就。不要犹豫啊，奎宁大哥，快点来啦！第二啊？你说哪个队？这个吗？我这个。第二。这个不是第几？第三。哦，现在第一季。你说第几还是 division？ 你到底想说哪个？你想说 division？ 说 division。这样吧，我们是第三，这是第三季。帅来了！来一个娃娃！好多，爱多华。
爱德华。戴口罩怎么喝？很闷啊，说实话。我觉得戴口罩是非常假的形式图。这样这样这样子。露个鼻子。爱德华，爱德华，哎，爱德华是是这么说吗？爱德华，我操，这样干嘛？这边跳个街舞。Reverse flip， 来了，哇，好柔和的手感。来啦！今天外线真的铁，这是 tournament 我今天他妈铁了一批，我操！没有，今天你中投还可以，有点铁。今天有几个他没防，那个时候我感觉应该你要多亏我的特性。今天继续好了，明天继续，明天继续这样。明天我要去鲁梁。牛啊牛啊牛啊！现在投进不了吗？这假期进不了。今年年底都延迟了。我操！下来吧，让他下来，让他下来吧。哎，长刀，长刀！哎，扶一下他。别上了，别上了，别上了！他怎么了，大哥？哎呀，你觉得他有事儿吗？不是我说了，他这里很痛。啊！妈妈。我们完全有实力打第二。我们有实力打第二。这不是犯规吗？他都压到肩膀。没有，其实我觉得可以打篮球。好多球都空了，给 Kevin 好不好？ Kevin, 后面看看这个比赛录像的，麻烦给看一下 Kevin 有多大的空位。Kevin 就是这队的安东尼，不是 Kevin 是这一队的 PJ 塔克，没球，还有啊？没有他，没什么球。Kevin 要球啊！
那么大的空位，你不要球。烧一下。哎，你帮我装一下，我觉得有点难。不用装，装对了。哎，我可没有品质保证了。哎，你这个掉不左右左右，该换了，该换了，快。姿势怎么样？他现在开始打高尔夫了，看。我操，有个小屁股，我操！你好好教他姿势啊，我感觉动作没你好看、啊。什么人？你们在哪儿打？我操！啊、哦，你打吗？我不会。我也不会。他会一点，他好像以前会一点。再进我就打不了。罚球没进，罚球没进。爱德华伤了，就是五个。哎，摄影师归位。归位归位。对啊，我跟他说别等到哪。他刚才等到哪？他等到哪？一个。给我水呢？哪个？为什么我带？我带。哪个是你的？这个是我。啥都是你的。哎，我带。来来，哎呀，别犹豫啊，别犹豫啊 ，Kevin。投了，投了。好吧，好吧。来了，来了。好犹豫。Kevin 那里也拿不了，站他，来了吧，哇，原来是在压时间，是我们看不懂，他在下面，我在地表面，我们在地下室。喝完水就在。我怎么越喝感觉越像有区隔？他这个不像 no 区隔。能喝出来吗？喝出来。还是真的会很很硬核。应该有添加什么？妈的，我还手痒，他手痒。我跟你讲，我当初膝盖有一点点疼的时候，就像他一样，就觉得很打。直到那一天，他马上走。你看吗？你的肌肉不拉伸。我问你，哎，你这是运动？啊啊！我来帮你按摩，放松，不要他了，轻一点。啊啊啊！你让我那个教练怎么弄的？拉伤了。放松了，还没。
做的肌肉痕迹，怎么能摸出来呢？没有，他觉得酸就代表痕迹。确实痕迹。我很乏，我每天我的腿都很乏。你有没有你那个？你家有那个泡沫酒之类的？不是，我操，不是吧？你有没有那个踩单车的那个？又上去了，这个我觉得有点难。你可以多踩那个单车，有点难受。就是发力跟你那个爆发增深是一个一个。你说健身房的那个单车？对对对。哎，怎么？那个可以模拟你在场上跑步。这中锋的确蛮高的。我家那健身房有，他那个办卡，我家健身房不用办卡，就给那个住户用。你还有钥匙吗？有啊，就一个。不是我的，我们钥匙只能系在手机里。那你能帮我带一下吗？爱德华被赶出来一两次，但是大部分人他那个经理还会站在侧门。经理会，就是如果经理不在就在来啦。我的宝，哇，硬邦邦的投篮，再来一个，再给给一个，哎呀！天哪，刚刚那个我觉得位置更好，还有一只在。没关系，毕竟 Edward 上次也进了一个。你看这个投篮硬邦，哎，这个投篮挺软的。拿板啊！我觉得我们的防守好一点。因为他们会下手，你知道吗？我们都不动。TMP 吗？今天打的是拼，不是我说下次再打 TMP， 再打，再打 TMP， 看一下排名嘛。TMP 是我们这个 division。我操！他站在那个线上了，怎么会是进攻犯规呢？他在线上了，他总是吹着进攻犯规，怎么吹的？按这个他肯定吹进攻，因为我们上一场那个谁也被吹了一个这样的。那个线画来干嘛用的？但这个裁判就是这样，没办法。上一场不就有？来，走！我操，让 Eddie， 别！我现在就老怕这个了。明天爱的话起床他会痛死。没了。真的会影响投篮。加入，助攻，助攻，助攻！没事，走了。我觉得用我们的飞好点吧。今天公园吗？公园。来了。我觉得 Kevin 可以打到那个，从哪里的传导不不够流畅，从哪里的不够流畅，确实，能持球很久。我操！哎，我们加错分了。那你也差三分，哎我。这不犯规。
吗？打裁判。他们两个在干嘛？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让两个人上去夹一个中间的那个人？沟通问题。他们是一定一吗？对，他们打二三。这是二三吗？你跟我说他们现在站的是二三。我都疑惑他们在站什么。你们在防什么？防得好。对哦，他们在防。防得好。不过防得好，好像。Eddie， 你们在防什么？我操！我操！干哪！三路致敬，继续骂他，骂他，继续骂他。他们这个包就吃得好，他们这个心，但是哪有人这样夹中间的？没有这种打法。那个石头刚才那个弧顶人，那样子一出球，罚球线全是空位。吉布尔防守牛逼。后面看视频，他要记住。平安你更牛逼，下赛季第二件好吧？我不说，我们不多说好吧 ？See you next season。这篮板抢的太难。对啊，只要一有对抗，我们这边他妈被撞飞了都没上。哦，对啊，我被投了好几下，偏的太明显了。哎，无所谓啊，野球场要挨打。他们到底在防什么？我也在想，要不给他们叫个台吗？不用叫台吗？他们落后。再传，所以来了，投了。老板来了，根本是真拿不到球。哎，他们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对。来了吧，对，没球权没办法。我操，好嚣张，好嚣张。都传导上，你看停滞太久了，这样他们没人上中了，对，中间一点威胁都不给，就一个叉，对吧？你传不到，那就被打反击。我们下一场希望能打一打我们那几个战。今天对手太菜了，外线根本随便放。对，他们就这个水平还能排第四？排第四，对。我中间那个投篮很高的那个，那个投篮两个。Three。从哪里打的？他这球转过来，我不知道他踩到谁身上，然后被我掏出去了。
来来了来了。刚第二第一，刚 Kevin 那个内网外带那个搞得很好，那下上季还能跟他们打？冲第一名，第一，第一，他们基本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第一，Division Two的第一。来了吧，再给 Locking Kevin 现在有一点点上头， Kevin 别上头啊，不过 Kevin 累了，他们都挺累的，你想一下 Kevin 刚打完上场比赛对吧，然后 Eddie 受伤， Quinton 打完 Premier， 这都累了，干他干他继续干他， Everyone on the right side， 继续，不用切 Kevin，Kevin 有票，哪有票？哪个？我忘了。Battle Call。嗯，对。哪个 Rap？ 忘了，我就不知道。Kevin 还能打 Trial 吗？现在？他打了。他不是 Under 23呢？又不是鱼组里。他打成人了。成人的。我靠！这么牛逼他。你看，他们打包，好强！这不是有些空气感吗？是吧？我好像会能够打球，球特别高，特别稳。Gordon， 你今天传他那球是不是学我的？去不了，太老了，没有，你是基地嘛？不是，你那个也有基地，打不了，按照23打不了吗？今天明显，你今年还可以打最后一个赛季，打不了。明年23，如果是我23明年打，那23。今年才是吧？不是，我是年底，所以我越狠他越狠。不，他这样不算。我以前我那种18岁就好打，我打过那个。好玩吗？其实没意思。我也觉得没意思。关键你为什么没意思呢？人家从小12岁就一直打，打到23岁，你突然23岁加进去，人不理你。还真是，我18岁去打的时候已经不理我了。这比那有意思。不是你去个地方，你得找个认识的人带你去打。找不了的，他们那些。就是你如果没有，他们都抱团。所以你以前如果没有 rap 过的话，他不会要。除非你就是比他们强2-3。真的打，必须要不就真的打特别好加分，不然他们自己也会选人，他们会问你想要选谁，问自己的队友。多干点脏活累活就进。不，也不会。Kevin 就是典型的例子。三我去
倒得太慢了。不倒，它是在外头倒，它不会倒到里面。因为没人上钩啊。主要他们内线，对方在高啊，他都不想打。对方高更要上钩哎。他们上钩不一定要接球，对，上钩打开啊。上钩是一个威胁。对方有高个肯定要上钩的。走。你看这波上钩的好处，立竿见影，中间有人进去。Let's go, let's go, 基本，基本，斑马冲啊，斑马们！他们应该搞个那个斑马冲啊，对，我搞成那种斑马的样子，斑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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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不是那个谁上的吗？他们赢了二十分，赢了二十分，我觉得有可能这个队。23，没人上钩，你看全在外面打，凯文溜得多。他溜得多，他溜得够，我不知道。哇！下去。回去把视频叫他们一个一个裁剪。发给他们 email， 官方邮件，好吧。那为什么找你要视频啊？没有，他邀请我们去拍，帮忙拍视频。好呀。给钱吗？不给钱吗？不给钱。给钱？可以开价。给是吧？可以开价。我们跟他们讲一下。怎么了？哎，刚刚那是一次罚球。一次罚球。你看他们就有中，对，他们就上去上中，然后直接就转底角。对啊，你看这进攻多流畅，没进而已嘛。进了，进了呀，对吧？再转，再转，等人，转转转。球上的没有意义啊！这球上的没有意义，应该往中上。那球就一个人上去了，不用上球。看不到，这上中都已经挡好拆了。好球！对。我操 ，Kevin 怎么了？哦，那是 Quinton。啊，我看长得都挺像的。哇操！大白鞋。啊。哈哈。又是一个大白鞋。还行吧。大白鞋，这身高可以打那个 NBL 的中锋，就这么高。比他高，比他高，没有，比他高一点。这才两米，这不到两米，这一米九，这一米九几，这打个屁的中锋啊！是吧？我感觉他有两米。NBL 的中锋，你是我们看西大的那个校队那个中锋？没有，那个算高的，那个有2.08。没有，那个就是正常身高的。怎么可能？齐大要有2.08，他就送到像周琦，他真有周琦219。他是打那个 NCAA D1 的，他那年是回来的。你去看悉尼国王队现在最高中锋2.15。
那个是很高，那个叫什么？那个红色。也就是个黑人。都知道两米二。两米二一，两米一七。刚好。40秒，防下来，防下来，下去，哎，篮板，给后卫，给，打完，底角啊，哎呀。再转，哇，有啊，我们被绝杀了。六，刚才幸亏你没去看我的比赛，我刚才也这样，但是我们是赢着的。我操！可是好像时间还没结束。防守方好像。我们是防守，他们进攻。篮板，他们拿了篮板，可能是罚球。啊？罚球？不是。他应该是回表，对啊，回表。没有我们球啊，我们拿了。零秒。给他们机会了。